我取 Never Lose 的原因是因为 我不想输，如果遇上一个叫做永远都会赢的对手，我应该还是会赢他。그원래는 expression 이표현이라는뜻이잖아요네근데제가영어단어를깜빡해서 R 을빼먹고했는데그냥거기서부터그냥계속쓰게됐어요그게딱히의미가있는게아니라어렸을때부터게임을했을때친누나랑많이했어요같이할수있는걸해서누나가그냥그푸우만다아이들을쓴걸그대로따라쓰고있는거예요그게저도어감이좋아서그냥계속쓰고있어요그어감은전체적으로다좋아하는것같긴해요我想不起来了但是也是因为玩游戏取的而且我很喜欢白色有时候想说取一个简单一点的对就取牛排嗯因为我最喜欢的食物好，欢迎回来，万众瞩目的中国德比马上就要开始了。哎，是的，还是玩具。哎，这每当解说这种比赛，真的是很艰难，心情真的是五味陈杂，太纠结了。我觉得这种比赛只有国外的人或者外国人看的比较少，看着两个中国非常强的队伍在那在那斗来斗去，然后决出一个淘汰一个另外一个强队，所以说我们国人看起来呢，真的是。心情很复杂来看一下这边两边的 ACL Godlike In the jungle Lucky In mid lane White刚 Lucky 那个脸一出来我就想到那个怪我了 Tabe Tabe They are Royal Club小狗笑得好开心啊！And starting on the red side for game one, it's OMG. Let's meet the players. 然后是 OMG. Starting in the top lane, Go Going. In the jungle, Lovely. In mid lane, Cool. At 80 carry, Zon. And at support, Big Pomelo. They are OMG. 哇，现场 OMG 的。给的支持还挺高的，才听得到一些观众对于 OMG 的欢呼。毕竟在小组赛他们也是表现得非常亮。是的，很多人对皇族有一种未知的恐惧，然后对 OMG 是一种看得见的强力。这两个队伍也是终于在半决啊这个八强里面遇上。八强里面遇上。因为感觉毕竟对于美国观众来说的话，肯定是不太会关注我们国内的队伍的，对，所以说在观看了就前两场 OMG 的比赛之后，觉得哎 OMG 好强啊，然后就成为了他们的粉丝。而且之前我还在美服论坛看到一个帖子，就说的是，哇 OMG 这么强，皇族居然在 S 3预选赛上把 OMG 打了个3-0，皇族得有多强啊？是一个。美国的观众发的帖子，但真的说实话，那个时候跟皇族连战9场，整个战队的一个状态，简直那个时候可能，也许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是他们一个比较巅峰的一个时期，确实是。就在很多其实美国观众心目中，皇族是这一次的一个大 boss 的感觉，对，这一次也是终于能见到他们登场。因为他们按照这个推理来说，3-0 OM 的队伍已经是强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但其实。两个队伍真的是实力在伯仲之间，就看今天的发挥了。是，皇族好在他们是八强直接出现，所以说小组赛可能没有暴露太多的东西。那 OMG 就强在他们现在的状态在慢慢的提升。是，毕竟这种杯赛是，如果一支强队能够获得杯赛的冠军，那他肯定是越打越勇。越打越勇，确实是。现在 OMG 就有点这种挡不住的状态。所以今天看看皇族啊，刚上手。这边是塔比的画面，是塔比还是比较淡定。塔比却刚才塔比这个鼻子有点，这个角度拍小狗的脸，镜头的好萌啊，这个脸好萌啊。塔比之前在做一个英文采访的时候，他的这个那个也是在国外引起了一些的这个反响吧，因为觉得就觉得塔比英文好厉害，说话对他用的一些词都不是一些很简单，而是有一些这个深奥或者说生僻的词，所以说国外的。
这些观众也对他被留下了一些比较好的印象，高端洋气上档次，有点这种感觉。而 OMG 采访的时候，吴壮那就说话非常的简练，然后也没有暴露自己的东西，所以说两个队伍也是不同的风格吧。劳力在这几场比赛里面达到一个七点多的一个 KD 还是非常不错的，八场小组赛啊 OMG 是七胜一负，今天上来就面对皇族。我记得就是 Loveling 他们第一场比赛之后，然后美服论坛还发了一个帖子，就说的是应该是很好的竞争对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就是两支队伍一起出现参加 S3 嘛。Today's OMG is much more stronger than those days we beat them in the finals。就是我们这次交战肯定比上次更有信心。基本上我觉得赢皇族信心还是很大的，我觉得也胜率也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对皇族了解比较多嘛，非常期待，都会全力以赴，准备好了。 This is our time, like our destiny, because if we lose, we just go out. 哇，这个真的是有点洋气啊，就所有人都说中文然后他比一个人在那边英文说太上档次了，这种真的是档次一下出来了，对，高端洋气上档次了，Royal Club 厉害。期待吧，真的是对这场真的是都所有人都非常期待，不管输赢吧，只希望两个队伍能够真正的展现出中国队的实力，当然也不要暴露太多的东西，我真的就很忌惮。楚南铁哥现在在场下做观众，拿个小本本在那记，所以说这场真的是这个队，我感觉也没办法，就这种事情是难免避免的。就算是自己人，对吧？这种该争的还是要争，因为毕竟是一个单淘啊，这个关乎着别的不说，奖金也是个关键啊。这边看到两边的 BP， 然后要一对一阵 OMG 先办发条，直接办了发条，那这肯定是要搬中路的节奏。这也是 OMG 在那个预选赛里面打皇族比较喜欢的用的这个中路吧。现在其实 S3 的潮流就是直接搬中单，但是我觉得对于皇族来说，他们这一点上比较亏，因为皇族的中单虽然有些点很 强，但是他的英雄池比较浅，对，没有无状态那么深，他会用的英雄，他用过的英雄比较少，只能说这边 OMG 会不会掉了小鱼人，对，会不会又像预选赛那样放出安妮啊？对，我觉得放安妮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搬掉 White 几个比较强点，如果 OMG 想赢的话，针对皇族，针对是打野这边是比较好的。好，接下来搬掉了建模，看一下最后 OMG 会不会搬卡萨丁啊？居然是没有搬，还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点。鳄鱼哥这个镜头很呆萌，直接拿到了鳄鱼，直接拿鳄鱼。最近鳄鱼哥状态真的太好了，而且在 S3 预选赛他也是获得了 MVP， 就真的是无愧这个称号。这一场真的要看鳄鱼哥啊上路能不能扛住大哥的这个压力，然后看 Lucky 能不能在前期做些文章。库奇也是放出来，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拿下路组合吗？狐狸，哇，狐狸这么快就选择，现在中单也是被ban，那卡萨丁很有可能登场啊，我觉得。还确实照这个势头，我就觉得 OMG 最后一班其实搬掉卡萨丁比较好，因为White 这名选手真的是英雄池不太深，这个真的是他的一个缺点。而且本身卡丁也算得上是 White 本身的一个成名英雄，成名，他也都是比较知根知底的，在他就是在 LPL 拿出小鱼人这个体系之前，他用中路用的两个英雄，一个就是卡萨丁，一个就是瑞兹，几乎他就不用别的英雄，所以说而且那个时候瑞兹也是非常强的一个版本。对，而塔比果然是兑现了他的诺言，只要你放我安妮，我是必选这个英雄的，所以说也是一种士气吧。第一盘上来放出你的安妮，我也敢选，所以这个真的是第一盘上来两边都刚上了。OMG 就是我就要放你最强的，是的，这个真的是两个强队都是很有种啊，我觉得这样让你拿到你最强的英雄，我再赢了才能，那就可能就是一个真的才值。对，其实我倒是觉得招数不怕老嘛，对不对？有用就好。对，这边要拿一个下路，可能是飞机加杰拉，不管是杰拉还是琴女，其实都是不错的。两个人反开，先手俱佳。这边是选择了 Zara， 那看一下上单，可能现在会，其实我上单，我觉得大哥可能会选择凯南，那是拿了瞎子，有可能会不会用，可不可以用安妮去对狐狸呢？你这样一说的话，而且现在狐狸大家都带补给品出门，皇族也是使用过安妮，但是其实效果，哇哇哇，这个一般般嘛，
啊，基本上还是老套路。有的呀，是拿出了老鼠啊，应该还是老套路，因为安妮家老鼠这个爆发，嗯、还是不懂的人都吃过几次亏的。看一下会不会啊？又改女警不太合适了，对，女警跟安妮不太搭的。对，女警这个爆发给不了，还真的是女警啊啊！哎。这样有变数啊，吸血鬼中单吗？有变数，有变数、嗯、看一下最后选这个可能是一个烟雾弹，毕竟吸血鬼打中单现在太少见 了我觉得。对，而且这种这个位置在中前，哇，真的是要吸血鬼打中单，这个是皇族的隐藏的战术啊、嗯、绝对是。对，因为吸血鬼中单它存在一个问题，它的发育期非常的长，而像狐狸这种英雄只要12分钟左右裸一个明火，它有非常高的爆发。看他们最后的这个选人选角会不会如我们所料啊？吸血鬼中单，吸血鬼中单最大的劣势就是，如果对面有风筝能力很强的英雄，你绝对是突不进去，而对面是有着杰拉这样一个存在，所以说你要突破杰拉去打对面的后排是很难很难的，因为吸血鬼是一个打前排非常弱的 AP 英雄，他手特别短，他一定要突进对面的人群，打对面的后排才会有效果。这边大哥是选择了贾克斯，这个应该也是有料到啊，用没确定，对，可能是要有套路练过的、嗯。两边都是拿出了一些新的东西，而这把比较期待的就是中路的 White、嗯。那这一盘很有可能换路啊，我觉得吸血鬼其实打边路更适合一些。对，一般来说，皇族居然拿到安妮，这不换路真的就不是皇族了。皇族的套路就是牺牲他们别的路而换取一个。就是 UZI 的优势、嗯、因为如果是吸血鬼中路的话，他面临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他需要一方前面说过需要发长时间发育周期嘛，那这就意味着他对于其他路过去打小团啊，然后或者说是去支援其他路上面，这个都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弱的，他不像狐狸支援上面的那么强，这个就是最关键，他的作用支援能力相对于狐狸是天差地别，对，就是在中路在中期的一段时间的话，就意味着皇族往往会处于一个被动，这不太符合皇族以往的这样一个打法的风格。是这个样的话，应该是要牺牲一下外的或者鳄鱼哥、啊、做一个抗压、嗯、然后中路还是给小狗他比这一路打出优势，然后把、嗯、哎，本身他们这两个组合的打狐狸还可以，对，他们已经在预选赛里面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是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弱化了中路这个支援或者说跑线爆发能力强的这么一个点，然后、嗯、演变成了一个边路的吸血鬼，那这个阵容还是非常有新意的。我相信皇族拿出这个阵容，大家不管是我们国内的还是这个科技友人看起来都是有意见，他这个完全就是这个真的是为了换路而选的这样一个阵容，我觉得他们应该暴露了很多东西出来、嗯、对，就是这几场真的就是他们已经弱化了中单这个概念、嗯、他们现在的中单是小狗加塔比，他们两个是中单，是边路抗压是鳄鱼哥和 White、嗯、然后 Lucky 是在前期做一些的串联或者说磨合，这个很有看点啊！我不知道这一场的外头这个吸血鬼拿出来能不能发挥，而且他带我刚看了一下是闪现加疾跑，那这样的话还是一个应该还是偏发育的。那对，我觉得很可能皇族会选择让外头去上单面对贾克斯，嗯、然后再让鳄鱼来进行一个抗压。是的，这个分路是比较理想的。我感觉说这么多，其实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说就是皇族这样一套阵容。无论是以哪个英雄，就面对谁，就换成对面可能猜到你换路嘛，我也换路。所以说，就是说，无论面对如何的换路的这样一个阵容，导致在皇族这边都可以比较从容的应对，你会发现没有什么会被特别克制的地方。对，这个点让 OMG 可能拿出来是有一头雾水 ，White 中路先跳跳舞，但是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在中路吧。这个有点嘲讽，这个应该是不会在中路，他出来也是在中路。我们看一下 White 带的是一个多兰顿加血瓶、嗯、那我觉得很可能是要换到上路去。我觉得皇族这个阵容最好、嗯、对他们最好的一个分路方式就是选择让 White 去面对这个贾克斯、嗯、然后让鳄鱼去扛压，然后再让两个人去压制无状态，对、嗯、但其实我感觉就是吸血鬼打贾克斯好像也不是很好打，也不太好打，真的不太好打，吸血鬼面对这种就是被 Q 到头上面打，如果吸血鬼去扛压的话那真的是没得打，就是已经不是不好打就是没得打。这边好像 White 是直接要拿来摆中单，然后、嗯、应该就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换线，就是可能上下对调一下，让 UZI 去面对对面的一个贾克斯，不过看一下这边能不能如他们所愿吧。对，
这边鳄鱼哥还在判断，鳄鱼哥现在在往下路走，而这边是要直接抢对面的蓝 buff。这个 OMG 是知道对面在抢这个蓝 buff， 看一下。两边惩戒了。对，这边 Loveling 是直接选择想惩戒，但是没有惩戒掉。这样的话 ，Loveling 的开局非常的伤，皇子已经打掉对方的双 buff， 打掉对方的蓝 buff， 到达了一个二级，而 Loveling 这边还什么事都没有做。这个对于 Loveling 是非常伤的。选择让辅助过来帮忙抢这个，这个蓝，对，那这样的话应该还是顺利抢掉，对。这个几乎已经浪费掉了 Loveling 差不多，耽误了一些时间吧。对，很多的一个时间，这个起码是30秒的一个时间没有，半分钟没有，而且自己消耗啊什么的也要变多。是的，我这边看现在目前的分落还是一个换简单的一个换线吧，还是上下换线，主动进行了一下换线。嗯，贾斯下路面对两个人也是日子不太好过。不过大哥的抗压也算是历经了非常多的考验，问题也不会特别的大。现在就看 Loveling 的瞎子啊，前期遭遇了一些的挫折，看看这个节奏会不会稍微有些慢。嗯，皇族这个战队目前来看还好，因为他还是打掉双 buff 的速度还是打掉红 buff 的速度还是比较快，还是比较快。嗯嗯，毕竟是一个双人上，所以抢蓝也是理所应当的。嗯，皇族这个战队的战术真的特别的怪，他们一级就是要去换到他们想要的一个分路。像这局其实 OMG 那边都有所应对，就觉得皇族会换路，然后把自己的双人路换了上去，但是鳄鱼哥就直接站在中路等。刚才就可以看到他站在中路，然后收一个四人帮，看对面双人路在哪路出现了，然后这个时候鳄鱼哥再上去。这个真的是皇族这个队，其实之前也说过，皇族跟 OMG 打法都跟世界其他任何队伍都完全不一样。哎，这里动手直接上来，瞎子丢爆了，安妮很可能被秒，反是一个晕到了。这边瞎子还闪魔眼，打了一个眼，还差一下，漂亮，这边肯定是拿了一血了，而且尤德安应该还要交技能。我们看这边有点远啊，对，看到，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镜头是看不到，看不到尤德安有没有交技能，对，比较可惜啊，但是一血还是被这边的瞎子拿到。老林的闪现加摸也非常的果断，而中路拉可以一波 gank 很有机会，无状态应该要交闪躲一个 EQ， 直接交了。漂亮，这边还忍了很久， White 交了疾跑、上去。刚才应该是魅惑是处于一个 CD 满虎地，不然刚刚一下的话、可能是还是有可能把王子就拉起他的一个，应该是要交闪现，看到魅惑出来绝对要交闪现。拉克应该也知道他是 CD 的、所以说上的比较果断嘛、这边肯定要帮中路吸血鬼，因为本身吸血鬼他就是没有带点燃，带的是激发加闪现。那么面对狐狸，而且前期的话狐狸还是打的还是可以比较凶，因为吸血鬼要装备回复起来了才比较好打狐狸。不过这盘吸血鬼在中路的发育算是不错了，反倒是压了狐狸一点不到。对，反倒是小狗这一路啊被 Loveling 抓住一个空隙、直接拿了一血出来。毕竟是一个安妮辅助，在他血量上还是比较脆的。对，就是说我们说安妮这个英雄真的是他的进攻能力和防守能力是不成正比。一旦遭遇有一个一技能可能会好一点。对，一旦遭遇这种先手啊，他真的是只能跑。上路高莱克一如既往的非常的稳，而且大哥这边贾克斯上的是真的非常的果断，我觉得这个也是 OMG 应该练过的。其实 OMG 最这里先看一下 Loveling 绕到中路有没有机会啊？没有。其实OMG 这队伍最早在春季赛的时候出彩，就是因为他们的打野，那个时候打野还是柚子，就配合单人路的单杀能力强的可怕，就那个时候习惯上下换线。但那个时候 OMG 的打法就是换线之后我打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他们最喜欢打野是狗熊，是就来配合你这边，最关键是常常会直接是住在那边，对、对，就在这边配合你单人线打对面的双人线，上来打野配合上单，然后就进行一个强杀，你完全是没办法，就没道理上来就把你弄死。两边反眼，但是Loveling坐在眼上，拉克也是只能挑起他，点不到这个眼。Loveling的一个小细节，瞎子的 W 是能保护，瞎子的 W 是能给眼加盾的，而且这个盾是打不掉的，就是因为他要打几十下要打才能打掉这个眼。因为你打眼每下只能打一点血，但瞎子盾能够加。一级盾都能加几十点那个护盾，这加了就弄死了 W。反正就从来没见过，就是在 W 在盲僧有盾的情况下，这个眼被排掉过。哎，而且盲僧又是来到下路，大哥这一路保护塔还是做的不错的，现在已经是将近7分钟，塔的血量
还算是可以接受吧，毕竟是对面是女警。对，而且最重要的是贾克斯的补刀还不错。是的，就他在塔下收兵的能力还行。那其实鳄鱼在上面掰的也还和也还可以。对，这也是两个队的上单，确实是中国可能抗压能力最强的两位。啊，这边皇子依旧是在下路，就是要拿这个塔看看怎么办。贾克斯和瞎子的血量还是不错，皇族依然是不敢塔下做一些事情。你晕了一下，只能是消耗一下，还是做的不错的。这边稍微卡了一下，稍微有点卡。换了一个流，我们回到这个主力流，我们就两个流，反正是总是没问题，大家总是可以看到的。对，稍微慢了一些，但是没有关系，依然是消耗了一波塔的血量，应该可以下一波直接带走了。突然有点时光倒流的感觉。你刚才发生了什么吗？突然就回到了从前，想回到过去。对，不过下一波兵线过来，这个下塔肯定是没有了。而且鳄鱼哥来了啊，这样的话小龙也很危险。对，这波鳄鱼哥是绕到了后面，而且这波可能会让对方没有想到。OMG 这边是没想到鳄鱼哥上来直接晕住了，大哥大哥这边肯定走不掉了啊！拿到，看一下这个人头是让给鳄鱼哥拿下塔，然后一个人头再加上一条小龙，这一波对于皇族来说实在是太赚了。这波鳄鱼哥下来，刚就说是。大哥为什么没有躲一下、哎 没, 啊、没有躲一下鳄鱼，没有早用闪现，没有躲鳄鱼的 W、这个、因为 W 是就贾克斯一技能是躲不掉鳄鱼的 W 的。这一波鳄鱼哥其实过来看了一下小地图， OMG 是有眼的，但是哎，看一下这边无状态想抢杀，但是应该没有可能。吸血鬼还个血池，关键性的躲掉 Q。这波皇族是连破一塔加一个人头加一条小龙。对，我现在注意了一下，其实 OMG 这里是有眼的，鳄鱼哥过来按理说 OMG 是能看到的，但是是没有能做出反应。刚才我以为贾克斯会跑掉，但是鳄鱼哥是从下路过来的吗？是，我没有注意到，是 F4 那里，很有可能也会是，应该是没有看到的，就是说是小龙那边，那小龙那边的就是说是抢过墙嘛，也有可能从那边过去，都很有可能。刚没注意，对，刚才是确实没注意鳄鱼哥这一波实在是太亮了，因为前面我们那边看的那个军事流吧太远了，所以根本就看不清楚。 对, 对，其实在 S3 预选赛的时候就有人评论说鳄鱼哥就是最会游走的上单、他之前玩的一把皇子真的是各种莫名其妙就出现在你旁边。对，就感觉好没道理啊，这个人上单不在上单，然后莫名其妙就跳到这边来。今天也是见识到鳄鱼哥的一个游走。我们也是上路破掉一塔以后，两个 ADC 两人路换到中间，哎，外的这边，哎，无状态插到要这边强杀了，直接给大招，外的是没赶得过来，无状态是没有大招的，危险呀！啊，还插一下闪现平 A， 没有、啊，差一点点，反而是自己被反杀掉了，这一大招非常的伤啊。吸血鬼就这一套，你闪现过去你只能跟一下普攻，是没有办法带着无状态的。对，其实如果等一技能的 CD 好了，闪现一下肯定是必死，他应该在等，应该等个最多就是一点几秒，应该就差不多有这样一个一技能 CD 的感觉。对，而这边 Lucky 又是绕到中路，这个真的是皇族的一个，就你看皇族比赛永远有这一幕，就是 UZI 在哪里，然后默默的旁边就跟着一个 Lucky 绕啊绕啊绕啊。其实最早我记得就是 IG 打 WE 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小孩游生还并没有成长到那么强，然后微笑那个时候是最强的一个时期，影子就是永远住在下路，永远就是好像跟那个打野就跟 ADC 打包了一样，绑定了。对，现在皇族就是这种感觉，他们不是一个双人路，他们是一个三人路，而这个三人路就配合的特别好，就很没道理。是的，现在高尔莱克由于拿了一个人头啊，而且是有塔和小龙的经济，现在出了两个护甲装以后，大哥是拿他没有任何办法。最主要的是鳄鱼打贾克斯，他的一些技能贾克斯很难躲，没办法用一技能躲掉的。对，这是一个对线就是鳄鱼最大的一个问题。哇，这里是居然连蓝 buff 都让给了 UZI 小狗，因为确实是他们的 AP 是吸血鬼啊，吸血鬼这个英雄没有想不缺蓝 buff。但是其实捡 CD 的话还是效果很好的，但是现在那边在上路他带线，他也不需要这一个蓝 buff 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援。而且把狐狸拖在上路的话其实也挺好，
现在狐狸一个人在守上塔，嗯、三个人 ，OMG 也是一个131吧，两个单线去发育一下，因为现在确实狐狸和贾克斯的装备不是特别好。这波狐狸是没有闪现的，看一下，有 White 二连起来了，那这个很可能击杀，但是 White 是没大招吗？啊、大招没好，这个有点，这个大招好是绝对死，是的，这个没有任何可能。跑的很可惜啊，要不过还好，等一会儿就好。这个上塔起码可以推掉。嗯，这波又是皇族，现在真的是，现在我觉得胜利的天平慢慢在倾向皇族这边。对，因为吸血鬼一直在度过这段比较艰难的时期，而狐狸和贾克斯，现在节奏有点乱。对，而且吸血鬼你可以看到他在还是刷了比较多的一个刀，狐狸虽然说哎这里一到了一个鳄鱼哥，但是鳄鱼哥太肉了，不敢打。嗯。狐狸虽然说是不怕吸血鬼，但确实在吸血鬼这样疯狂的补刀情况疯狂的刷线情况下来的话，狐狸的补刀还是会受到影响。对，这里无状态居然是被压了40个刀，也是这盘没想到无状态这个狐狸补刀是比较出人意料的低啊。对，而皇族又是五个人来中，吸血鬼这波有大招在绕后，大招杰拉前面大招，安妮被打掉，吸血鬼来了、啊、直接要秒柚子，直接秒掉柚子要被杀。看一下瞎子和贾克斯已经包了过来，吸血鬼没有交血池，这个血池交的有点慢、哦、但是看一下大哥还能继续追，这个 Q 是 Q 到了，吸血鬼吸收了很多的伤害，但是狐狸没有赶到这里，狐狸还很远，贾克斯过来，贾克斯可能要被秒了、哎、差一点点交个闪线，但是这一波鳄鱼哥也赶到了，这里晕住了两小闪，看一下打了一套、啊、两小闪交出闪线比较及时，但是这里虽然有一个护盾、啊、但是很难跑掉，看一下晕住了啊，护盾都没有交、啊、觉得必死了，觉得嗯，阵亡。而这里无状态赶到，由于没有大招，也是没有能秒掉任何的人。刚才上路那一波无状态是交掉自己的大招。我们看一下这一下的话，是直接是想要杀掉了。对，这一波主要是无状态真的太远了，可以看到从上路自己二塔附近往这里支援，这个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没有办法。这边 Lucky 好像 EQ 二连，这边似乎是失误了。这边 EQ 二连。嗯。贾克斯闪现想秒 UZI， 也被 UZI 闪现进化躲掉、嗯、身上还好有一瓶红药在在磕着。看一下这里无状态赶到，没有办法丢出嘲讽，他比这个细节做得很好，他的熊一直挡在无状态的面前，无状态就没有办法越过熊去嘲讽他比、嗯、只能丢一个 W 加 Q 技能，而 W 技能使用出来还是打到了熊身上，这一点就让无状态赶到没有发挥出任何的作用。是的，卡下又是控住了 White、嗯、但是反过来交出来又在杀掉杰拉。嗯，现在 OMG 有点艰难啊，皇族前期的节奏带得非常的快。对，现在完全是进入一个皇族的节奏。嗯，这皇族和 OMG 这两支队伍打，就看能够进入谁的节奏。是的， OMG 有 OMG 的节奏，皇族有皇族的节奏，但现在感觉就是已经完全是皇族的节奏，就是皇族现在可以就是不断的去抱团推塔，而 OMG 的换线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成效了。嗯、而且大哥这盘的贾克斯发育，包括无状态，这盘的补刀是出人意料的差。哎，这边皇族要开小龙，看看。而 OMG 这边两个人都是在往过赶，好像有点来不及了。老林想抢，没有机会，闪现波眼，但是被晕住了。这里、嗯、要先杀高麦克大招，哇！吸血鬼这个大招是大到四个人，其实能造成很高的一个伤害，还好被瞎子小踢走。这边鳄鱼哥已经死了，这波好像打不过，反扑的机会很有机会。White 也被秒，狗狗也还是没有死，打了一波零换三，而这里 Tabi 也是要交出自己的性命。对，无状态拿了一个三杀 ，UZI 只能反身撤掉。哎，老林摸眼是踩了一个假死，这一波是打的有点莫名其妙，因为 White 大招已经放的足够好了。不过 White 大招我觉得已经放的完美了，其实就是吸血鬼这个英雄的弊端，他放一个大招以后，其实还需要其他的东西，但是他没有打出对足够的输出，就是瞎子那脚是非常漂亮的，这一盘还是很焦灼啊。本来以为是皇族的节奏，但是这一波完全是被 OMG 打了一个大反扑。对，主要他的吸血鬼大招虽然放得好，但是没有队友，队友后续伤害也没有，他自己伤害也被瞎子给踢了回来，那基本上就靠一个一级的大招，仅有200左右的一个伤害。吸血鬼这个英雄最怕的就是被风筝，他真的是面对风筝是毫无能力的。而且刚才 UZI 的位置非常的尴尬，看一下这波团战在高地，他这里上来可是直接被秒了。是的。可以看到中了大招以后 OMG 是四处奔散没有，其实后续的输出就没有了。他比这个大招没有能和就是有点
他比那个大招没有晕身上那个时候，对，因为他前面把晕用在了盲僧的一个身上了。他是先 Q 了一下盲僧，把这个晕用掉了。如果这个熊有晕配合 White 这个完美的大招，应该是团战绝对能打过的。他刚刚一个大招的话，好像只砸在了，也是砸在了盲僧的一个身上。他刚刚人员撤退还是比较快的，还是对这波、哦、无状态的一个意义是 miss 了，但是还是想杀，差一点点，这个是很淡定的走了。大哥这边和吸血鬼一个遭遇，这里吸血鬼有点，这个有点有点危险，吸血鬼是没有大招的，而且飞机在我赶，飞机被绕一下，对这个上去招惹完全是自己根本打不过贾克斯的情况下上去，哎呦，还好这边阿尼赶到及时。身上这个晕还是非常有威慑力的，还是杰拉被黄子挑起来，但是安妮和优待也没有办法跟上。现在两个队依然是非常紧张的一个局势啊。对，这外头因为贾克斯身上还有个红 buff， 这种上去招惹一下，你绝对没有任何可能打过啊。然后上去贾克斯 Q 了一下，就因为这下 Q 他就浪费掉自己两个召唤师技能。如果硬拼的话，贾克斯直接开一个大招就直接就是。硬扛着打，盯着你打，你这没有办法。贾克斯这种单挑，基本小霸王没有谁能单挑过的。如果没有红 buff 还好，你说不定可以。对，贾克斯 Q 技能用完之后，你可以靠你自己的疾跑什么的放他风筝。啊、嗯，但有个红 buff 粘着就没办法，这就。我们看到拉奥林斯败是做出来把这一块的视野做空。你们想要卡一个视野的死角，你、嗯、们等待队友赶到这边。对，武状态这边在侧面等。瞎子是走到了后方、哦哦、这个他的大招是又空了，杰拉大招大起两个鳄鱼哥顶在前面，顶在前面还不错，这一波风的战场还不错，但贾克斯赶到了、嗯、贾克斯过来先用鳄鱼哥直接要秒鳄鱼哥、啊、但是哎还差一点点没有能秒掉。黄子反手个大招，这个大招还不错，但是现在女警做不出什么输出啊，这个点是女警最弱的一个时间点，反应很快，直接进化秒解狐狸的魅惑。对，这波团战双方交了技能，但是打了一个零换零，都是非常精彩的一些戏的操作。对，这波技能互换实在太漂亮了、嗯、但是现在我觉得皇族一定要给优待发育的时间，女警现在这个点打团实在太弱。对，现在明显感觉皇族这边的输出给不上啊，即便是 White 的这大招每次放的不错，但是后续的输出相对于 OMG 这几个就是很有爆发力的英雄来说真的是微不足道。对，皇族因为他们本身是一个阵容问题，他们都是一个属于、就特别是要持续要他们要有一个持续性的、嗯、这个真的是要发育，因为 UZI 现在已经很久没回家了、嗯、按理说他的装备是要比小伞要好的，对，不管补刀还是人头他都比小伞多，但是他现在仅仅只有一个银血，而小伞已经三项了、嗯、而且并且小伞是一个中期爆发最强的飞机、嗯、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你女警的输出和飞机的输出完全不能成正比，看一下 UZI 回家能出什么。黄叉加一个十字镐还不错，这个的话输出就够看了。对，等做出青羽的话，我觉得皇族这个阵容才能真正爆发出他的威力。主要来说还是皇族他们这样一个阵容的话，他们是不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爆发性的一个阵容。对，还是说是属于持续伤害以及这样一个阵容，然后打这样一个持久。女警也明显是往这条路上走，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出装也是这朝这个性质的。下路又在很危险了，大哥直接跟上晕到了，晕到。但是安妮这边赶到了，安妮还有个晕，又在往塔下跑，很聪明。没有什么，这边没有直接往后跑啊，但是拉布令现在赶到了，又在这个闪现没有必要，我觉得啊，这边已经没有什么可能跑掉。安妮塔下也是被拉布令踹死。看一下一个一技能，哇，这边又在封住了很久，但是没用，这个给你 Q 技能好掉，当头一棒。这个不得不说，刚刚拉令一个细节，他在拆了这边的蓝红 buff 上面这个眼以后，他先稍往后撤一下，然后再摸眼过来，这样的话皇族就没有办法得知这个拉令的这个一个走向了。拉令这盘视野掌握实在太好了，而且这里真的是 UZI 有一点太自信，这个有点小浪了，就是面对贾克斯，哪怕你有很大一波兵，哪怕你在塔下也是没有办法，要单杀了。对，无状态是抓到了 Lucky， 最后一发二也带走。无状态在这一场比赛前面的补刀非常的差，但是中期连续拿人头，外头这边直接开疾跑过 来给大招。哇，这一套，哇，这一下躲了贾克斯的晕，但是对面三个人啊，一定会死，给盲僧给了一个 W， 还差一个技能应该能死啊，给不上了，金身开启，金身，但是小伞这边输出差别稍微帮控一下。非常激烈，这外头打得太激进了，小伞这边这盲僧关键时刻给这个 W 非常关键。嗯，对，差一点点伤害，这个真的是算不到的伤害，这种啊，这个小龙也是刷了。不过这一波贾克斯回家应该能拿小龙吧，不过皇子和吸血鬼也是回家了，所以说这个小龙依然不好说。看一下，我 OMG 居然敢直接打这个小龙，
捞令这盘这个视野啊，实在是这个视野控制的太好，太夸张了。就对面 F 四有个视野，就对面只要过来，我能撤，然后对面过不过来，不过来我小龙就直接给你拿了。现在反而是 OMG 获得了一个经济的小的领先。对 ，OMG 现在拿掉了这场比赛第三条小龙，是 OMG 的第一条。你现在最关键问题就在于，对于皇族来说，你想要秒对方核心很困难，因为他们这样一个阵容的话，导致他们想秒人的话，不太现实。然后狐狸和飞机这种又是属于爆发能力是属于比较强的这一种。对，现在就是感觉打一波皇族是完全打不过的，皇族还是要展望着一个吸血鬼和逆行装备继续往出更新。我觉得皇族这把缺点还是没有能搬掉，感觉他这样一个装备是自保有余，输出不足的这样一个装备，输出非常的差其实。而且他在团战里面的作用虽然说非常大吧，但是瞎子这一脚啊，往往是能够改变这个战局的。而且他又不可能就很果断的使用 W， 除非真的是机会很好，因为一旦是使用 W， 你起来之后的话，即使有个中亚的，就基本上也代表着你非常危险。开中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就在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少了一，其实少了一段输出感觉会。对，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中后期非常强力的法师，但是现在还不是他的时间。啊，捞令这盘这个瞎子表现只能是让人叹为观止啊！这个对视野的把控实在是太夸张了。纳布林刚才也在那里不停的嘲讽，现在真的是皇族就只能指望 UZI 了啊。红 buff 这边直接是等准备直接追着屁股打，但是大哥这边也是丝毫不怂，因为现在贾克斯的装备也是在慢慢往上更新，而 OMG 要控制一下这边的野区，劳力打得非常的激进，现在狐狸也在往过赶。皇族这边四百啊，四百我始终在看谁到底在骑下，现在视野确实有点被压制住了。狐狸还想带下降是拖延对面，但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点，这边皇族比较经验足的一点就是说是知道自己家的视野被控制得很死，所以说也是在放了很多的一个针眼在自己家做好防守眼。对，这点就跟我们前面看到的比赛当中就很大的一个不同，这就是特别是对阵的，我记得就是 C9 打 Fnatic 的那一场，明明前两把都在家里面都已经被对方插满了眼，然后还不知道，这就是一个强队的一个素养吧。但是 OMG现在这个四百始终没断过呀。是的，皇族，而且这盘塔比的经济也是非常一般。那没办法，这个也是为了就是说是现在做好自保眼的话，也是牺牲蛮多的。看 UZI 身上都是买，有些都是要出针眼。是的，这边皇族现在只能逆风，指望着 UZI 刷起来。因为我觉得这把皇族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能搬掉飞机。因为双方的下路其实是发育上有很大差距的，但是就因为小伞拿的是飞机，UZI拿的是女警，这两个英雄的就是英雄的差距太大了。就算小伞的装备比UZI差，他打出来的输出反而比UZI高，但算的不是说是这种单体输出，而是算的整体的一个 AOE 的一个爆发。对，因为飞机它本身是也是一个十分吃技能的一个英雄。这边UZI拿掉第三个蓝 buff， 还是抢对面的这种，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其实就是说吸血鬼拿蓝绝对是比 UZI 好的，但是皇族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选择把蓝 buff 柚子挡枪让的有点伤。对，他在找机会，侧面压了一下，给了一点压力。看一下鳄鱼哥正面走了过来，不然的话这座奥塔就十分危险了。这边反而是 OMG 被逼到侧面，那看一下皇族会怎么这个打这一波。对，这一波其实对皇族来说是一个不小。哎，这里 Lovelin 一个人有点落单了，但是直接可以摸眼，应该问题不大。对，直接摸钱拉过来，一块连起来，但没打出输出来摸眼。对，这里 Lovelin 还等了一下，想等着对面打大龙，然后再 W 走，这样可以让大龙打一下对面的血。鳄鱼哥也是非常聪明，身上有个日炎，刚才过去都没有能烫到那个大龙。其实刚这一波，如果皇族直接推中的话，给 OMG 的压力应该会更大。对，就刚才这一波，皇族把 OMG 逼到侧面，其实上是一个皇族的机会。哎，这边稍微卡了一下，我们换一下，稍微卡了一下，备用流。祈祷没有打起来啊，应该还是哎，这边要开了，贾克斯输在前面直接死了，打了一波二换二，而这边杰拉和飞机想换这个扑进来开，太不冷静了，太不冷静了，直接被 White 开了一个金身秀死了，这样的话皇族打了一波二换三，而且这个 White 的金身。等的时间是飞机应该是知道的，
这样的话皇族可以顺势推掉中二塔。对，这波看一下能不能上高地吧，上不了高地，中二塔。嗯，但这波一换三，一换二，一换三，二换 三，二换三吗？二换三，安妮也死了，然后应该是二换三，打了一波二换三，而且拿了一个中二塔，还是很赚的。对，非常的赚。我们看一下，贾克斯先突进来，直接被秒了。这里皇子也是反身大住了狐狸，而这一波飞机扑进来，这个实在是，真的是完全没道理。这个完全飞机，他以为他最后一发 R 能带走 UZI， 然后 W 过去想收吸血鬼，但是其实他 R 也 miss 了。然后这个真的想太多了。对。而且吸血鬼有中亚没用的话，团战的时候你应该是知道的，这种贸然的进去有点太贸然了，这个真的是有点。嗯，这样的话他比经过一波团战的胜利把四百做出来，总算是有机会来清一下自己方的这个野区了，包括大龙这的视野。其实刚刚那一波团战的话也是说是 OM 这边他的一个先手做的还是比较漂亮的，但问题就在于，同样的也是因为人员比较集中，所以这一波的话给吸血鬼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的一个机会啊。这边回到主力流，时光又倒流了一下，真的就是这个飞机如果 W 过去杀 UZI 都是可以的，但是他是完全错失了这个最好的机会啊，算空了。没有想到吸血鬼有精神， UZI 现在回家做了一个水银腰带。嗯，现在 UZI 的这个生存力非常强了。对，所以又慢慢进入了皇族节奏了。皇族的后期这一盘两边真的是打的，真的是，因为其实刚才中期为什么皇族团战打不赢，就是因为对面有一个飞机，因为飞机中期的爆发跟女警真的不是一个级别，就是两方同样的装备的话，飞机的爆发能比女警高一倍以上，这个真的是就是英雄的优势。对，但是如果到达一个35分钟以后的时间点，哪怕女警和飞机同样的装备，女警也能打出和飞机同样的威力，而且更别说 UZI 这边装备是比飞机好太多了。因为到了后面的话你肯定就是说是平 A 输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这边皇族直接打大龙，但是我觉得这波大龙可能会成为他们一个失败的转折点，因为现在大哥下路已经带到高地了，而皇族这边选择直接开团，他们已经被秒了这一波。但是皇族的大招不错，佩克吸血鬼拿到一个双杀，而且飞机阵亡了，劳力存活下来。不过下路应该是要大招带走了，已经没有了，而劳力还活着。现在就是，哎，这波一个直接闪现上来想秒，这个劳力被秒了，但是一个大龙换一个高地，这真的不能说是赚，不能说赚，不能说赚。而且无状态这边还想做点事情，大哥这个贾克斯带线实在是太快了，三项的贾克斯直接带了一路出来。皇族现在有点骑虎难下，这边的鳄鱼哥赶过来把想，但是这个无状态在草丛啊。对，大哥是有一个三项的，这个要追有一点点难。现在皇子还在往这边包，看一下皇子能不能二连到 啊，这个二连，而且无状态是默认他已经 EQ 过来，还给了一个魅惑。不是，这个二连真的就是所有人都满心期待的看着，然后最后哎又碰到了这个二连，太怪了。刚最关键就是王子没有武速鞋，对，而且大哥这边他的细节非常的好，贾克斯身上始终有一个眼，这样的话其实追也追不到他，直接摸眼 Q 走。现在皇族拿了大龙 buff， 再拿一条小龙，但是付出了一路的代价。不过吸血鬼和女警的装备已经是慢慢的成型了，现在对于皇族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 timing。 对，看看能不能利用这个大龙 buff。主要关键是女警回去能出到什么装备，把下路线给肯定要给带过去，甚至可以考虑就直接是推，直接推在中下都开始推两路，中路的线一定要保持好，不然的话你推下路的话 对方推你中路，你这样就变成对破对方一路，然后自己两路被破，这个其实要更难。 UZI 现在这个装备我觉得非常吓人了。对，已经是皇族最强势的一个时间点了，因为 UZI 这个装备 OMG 完全拿 UZI 没办法，就他就坦克点的很快，点你完全就没道理，因为皇族这边现在是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坦克，因为贾克斯出的也是纯输出装。是的，包括而且很重要一点也是说你突不死他，水银世代再加上本身带自带的一个进化，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杀不掉这个 ADC， 有银血吸血上也快，只能说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可以牺牲一个人先把其他人给解决掉。嗯，那只剩下女警一个人的话也很难，就是说是也很打出收割来。White 和 UZI 这盘只要在团战中存活个5到10秒，这个团战 OMG 肯定是输出顶住对方这两个人的持续输出的。所以说现在 OMG 的问题是就是要秒这个小狗，但是小狗他的这个操作啊，而且我们根本不会给 OMG 机会。状态这边他几乎是拿到了团队当中所有的一个人头的一个经济，是一个人头。
这边明火再加上帽子，这个输出来说是非常高。对，但是他打坦，就算不冲脸打坦克，他的打的速度也很快，也是很快。其实最重要的是皇族现在其实算上来有三个坦克，包括吸血鬼也是一个坦克。嗯、是的，就是包括连中单都已经打成一个坦克的情况了。就是你皇族想秒的话，你没有办法同时秒掉三个人，嗯、你最多秒一个，而且还不一定秒掉。现在团战来说的话，很容易就是双方进行一个互换的一个节奏，就看谁换的更加的明智，更加的理性化了、嗯、其实是看谁换的更快。嗯，但是我觉得如果皇族处理好的话，实际上是皇族这边优势的，因为皇族真的比较擅长。哇，哎，这里直接闪现大招被狐狸也是闪现躲掉，这个反应非常的快，高来个敌人在前面，这里想反打一波，外头直接上去大招，这里肯定哦，先杀一个辅助。对，这里辅助是必死，而且优在这边状态非常的好，无状态也是交出了大招，这样的话这一波很难守了。所有大招已经没有了，这波想强打，都会停住了，优在把优在踢回去，但是优在站在中间，完全没人能输出过来了，就踢回去了都没有办法。这一波皇族很可能要一波了，能不能点死飞机？非常有机会看一下 啊，没有能点死飞机，但是看一下能不能拆掉一个中路内塔。这个肯定是要一波了，飞机和狐狸很有可能要一波，两个人不一定守得掉。这边皇子直接二连上去，然后闪现回来，守不住了，守不住了。优待现在状态太好了，看一下狐狸的大招，还差一点，还差二十秒左右的 CD， 这个应该是来不及，来不及了。哎，杰拉复活了，一个一技能，但是只是一个辅助而已。看一下这边，小优待直接点死了一个暴击，点死了小坦。哇，这优待这个御姐真的是优待 carry， 让所有资源给优待真的是有道理。就外头这里，外头这这个跳起来，然后摔了一下，然后想到了飞哥，应该太高兴了，这个应该是太高兴。然后立马很淡定，很淡定，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大镜头给了外头，这个真的是淡定的喝了一口水。哎，刚才发生了什么？装一下，装一下，掩饰一下自己内心的喜悦。这盘皇族确实打得非常的漂亮，特别是，漂亮，你就说这。像皇族这种以 ADC 为核心的队伍，现在能打出这样的比赛，真的是真的是世界唯一一个能这样打的队伍。啊，这一盘 ONG 其实已经是打得非常的努力了，特别是捞令这个点，他在中期完全是凭一己之力啊，把这个视野掌控，然后节奏是慢慢的翻过来，但是。就是刚塔下那一波呀，塔下那一波确实是，对，就是我们刚刚卡小伞的一个，对，小伞那个飞机失误还是蛮大的，可能就是那一波是一个转折，一个小小的冲动，还是 OMG 比较强势的一个时期，所以说那一波在塔下的时候 ，OMG 选择就是强行的开团，但他们的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强行开团的话，留人能力比较的差，是，还有就是这个关键问题，大龙那一波其实对于 OMG 来说，对对对，那一波很伤，就大龙那一波虽然。大哥带掉了下路的一个高地塔，但是就是大哥虽然带掉高地塔，但是那一波其实在正面团战的处理上主要是 Loveling 最后被秒掉了，如果 Loveling 能有抢大龙的机会的话，这波对OMG 来说是十分赚的，但是 Loveling 直接被秒掉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波之后UZI 的装备就已经无敌了，就是他皇族就是成长到 UZI 能够无敌的一个点，那皇族就可以说是就是说是以这样一条以这样一个下路，然后换掉了大龙，换掉大龙，而且三个人头，而且我觉得在那一波之后 ，OMG 的处理不好，就是皇族如果这个时候直接推中的话，机会会比较小。嗯，然后皇族是直接推中的话，皇族的下路的高地塔已经是破了的。对的，但是 OMG 皇族这个时候是直接选择推下，如果 OMG 不管什么都不管，他就蹲在中路的话。对，这个时候他能撑过皇族的大龙 buff， 而且那个时候对 OMG 来说是比较好的，但他们就选择去下路正面防守皇族的这波推进，但是这就完全着了皇族的道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团战打不过对面带着一个大龙 buff， 你去正面防守的话你就完全是被对面牵着走。对，因为那一波的话也就是中路他们皇族也并没有把兵线清的就是太过于靠近 LOMG 那边，其实就算清过去了因为 OMG 这边下路是有超级兵 的，所以皇族OMG 推中，皇族推下，所以那个时候的话无论如何都是 OMG 推的快，打一个就是清线流，就跟你就互相一定要把这个大龙 buff 拖过去。对，所以说 OMG 那波是打的有些选择上可能有些失误吧，但是皇族不得不说他们的这个决策力做得非常的果断，直接拿完大龙回家更新一波装备，指导下路就是打超级兵这一路，所以说皇族在后期的这个处理也是体现出他们这个获胜的这个决心嘛。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带来 BO3 的第二场。
when I picked OMG, I was like very sad, but because I know it's broadcast live, so I have to like pretend to be very happy and just keep on my smile. But I don't know why, I just keep on failing in picks.好，欢迎回来，又看到外面迷之一抽了。对，而且他在刚刚一个采访他说的他抽到了 OMG， 其实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但是他装出非常高兴的样子，然后就露出了一个迷之微笑。那个真的是上一场他比他比这个安妮好像是没有他以往表现那么亮，但是皇族整个团队的表现还是但是我不得不说塔比每次在这个比赛中后期啊，他的这个决策力或者说他的指挥能力是发挥的非常的好。其实上一场塔比发挥还不错，有一波团战，就是刚才回放的一波，他是一个大招直接打住了三个再不四个人，那波团战他有一波是配合吸血鬼还不错。对，整场比赛 White 的操作也是每次大招都能打到很多的人，而且刚才 White 在获胜那一瞬间啊，对，那个太亮了，太强劲。卖个萌，卖个萌。注意一下安全啊，这个对吧？毕竟大家都是中国战队，无论谁晋级，这个身体先不能垮。这个有点太兴奋了，这个真的是太跳了。来自中国的鞋，跳了两下，然后坐回去就，对。不得不说，皇族是一支非常有激情，而且这一场打出了他们可能是 S3 开赛以来最经常一场比赛、啊。没错，两支中国战队啊，没有给我们这个丢人，对吧？打出了中国的特色，表现出来这个实力，我相信这个老外一看，哇，其实这个原来是这样打。他们这场风格在之前的所有比赛里边都是看不到的，非常非常的独特。两边确实是在淘汰赛啊，使出了浑身解数。对，我总算是要搬安妮了啊，搬掉安妮有点怂，搬掉安妮，搬妮搬菲兹，这边也是针对了皇族以往的一套战术，而另一边皇族是主动搬掉了鳄鱼。对，这把由于 OMG 在蓝色方，所以皇族也是不想让 OMG 拿到鳄鱼。两边其实都非常擅长鳄鱼，不管是大哥还是 Godlike， 鳄鱼打的都非常的好。这把对皇族的机，对 OMG 的机会也是非常大，因为他们在蓝色方搬掉了飞机。飞机办了，可能觉得一血拿飞机也不太合适。对，这里皇族要考虑一下了，搬劫就要放狐狸。搬狐狸就要放劫，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搬狐狸放劫出来。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哇、哦，都不搬，都不搬，都不搬，真是搬了。会抢劫吗 ？OMG 这边，但是我觉得拿瞎子也不错、啊。状态啊，肾，一手拿肾，忘了肾了。对，没有去抢劫，并看肾这样能保护全球支援的英雄，可以比较有效的克制劫以及狐狸这样的刺客英雄。是的，皇族是拿了劫，肯定要抢劫了，劫一下蜘蛛。对，这样是让无状态用狐狸去打劫，那狐狸打劫的话很有可能直接锤石加这个瞎子了呀。哦，天使，大天使，这真的是 counter 啊，这个哇，这绝对是要在说为什么针对中单打劫不上天使。 这真的是 counter 到不行。而且皇族在预选赛里面是拿这个天使打过劫的，打过效果非常好。不拿大天使、对对，是拿天使打劫的，大天使打的。但是大天使这种英雄唯一的问题就是你要能确定你能兑现到劫。哦，换了，这边是换了，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露露其实也不错，包括草人，但是可能柚子更喜欢露露一些。那直接拿了露露加瞎子，而且皇族这边一二选已经是摆出了一个非常进攻，要非常强要进攻的一个姿态了。对，所以说 OMG 这边一定要拿出一个防守姿态来。哇，有点秒锁了维恩，我已经能想象到就是美国观众的欢呼声了。这场的剧本差不多就这样定了。对，这个、因为留在维恩，对，我意思就是享受总统待遇。国外那些观众就特别期待 UZI 表现，所以 UZI 拿了维恩之后，他们应该会很开心，很开心。就像居然 Faker 拿，就像刚才塔比拿了安妮，我们也看着也是一阵激动啊。这边还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狐狸。OMG 这边 ADC 锁了一个维鲁斯，但是小散已经有段时间没用了。但是小散的维鲁斯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他本身是一个团队型的 ADC， 再配合整套阵容，他的反控包括露露的变羊都是对劫一个很好的克制。我看了这几天的比赛，很多队伍拿出这个维鲁斯打他，又是吸血鬼，哇，又是吸血鬼，
他们都是喜欢拿那个维鲁斯出非常高的攻击装，而不是攻速装。对，现在维鲁斯主要是一个 poke 的装备选择，因为 Q 和 E 的 AD 加成其实很高的。的我们鳄鱼哥选择了兰博，这个真的是要教你美国人玩兰博，这是大招吗？因为美国队非常喜欢兰博，包括之前其他队都没有任何队用，但是北美两个队都把兰博拿出来用过。嗯，这真的是要鳄鱼哥教你玩兰博，真的是有一段时间没看到过了，很久没见到过了。对啊，而且我整个是感觉可能两边的这个上单互换一下更适合两边的风格，因为皇族是完全牺牲鳄鱼哥然后去寻求这个保护其他两个 carry 的能、对，而且大哥这个上单是完全是这个走一个或者更重要的一些位置，所以说大哥的兰博当然也是很出名，所以说两边的上单互调一下可能更像我们印象中的两支战队。但是这场比赛是鳄鱼哥拿出兰博，但是这一场的话有情侣的大招配合那还不错，所以说期待一下鳄鱼哥这个兰博。不过兰博打胜在上路，好像今天我们比赛已经看过一场，那场比赛是被胜打得蛮惨的。对，其实这一场 OMG 拿出的就是皇族拿出的就是一个有点偏向之前我写过一个 TSM 的阵容、他们是选择中上双输出、然后让 ADC 来收割，这个阵容就要配一个前期比较强势的打野，然后再配一个群控型的辅助。就之前我写过一个帖子分析 TSM 就是完全的这一套阵容，这个阵容跟 TSM 的阵容非常非常像，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也是期待皇族打出点什么东西吧。这场其实看到 OMG 拿了维鲁斯，我有点担心，维鲁斯这个版本确实是不怎么强的一个，还好吧。皇族这把的这个阵容是摆出一个非常强的进攻的一个姿态，他的那个进攻性甚至要超过 TSM 那套体系。是，然后 OMG 这边后手是拿出了维鲁斯之后，可能会比其他 ADC 稍微舒服一点，毕竟维鲁斯的这个大招如果放好的话，能控住好几个人。好，进入比赛 ，OMG 出生在地图蓝色方，而皇族降临在地图的紫色方，两边的走位一直都是四散开来，要四处作眼。优哉这盘总算是祭出了他的维恩，能不能在世界赛场上给这个全球的观众看一下，到底秀一下怎么用的？秀一下，对爱的维恩，毕竟就是带金哈。毕竟这个 S 三这几场比赛下来也是没有什么人拿维恩哇，这里不知道皇族又要采取什么样一个压人的方式。是，我们可以看到情侣这边是没有点通用的，他是直接点的防御加进攻性的一个天赋，这样就是直接叫线上，这也是蛮符合塔比的一个风格的，这种就是线上包干死你。但是这样出的话会在前期的眼位上稍微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劣势。这里 OMG 皇族很清楚 OMG 在这个角落，OMG 这个非常的聪明啊，绕到对面一个死角，然后回城。这个地方绝对是不会有视野的。这个绝对，皇族想不到啊！这个太他们耍了个小聪明，皇族现在就一直觉得 OMG 现在在自己野区，对还在不停的标记。OMG 这边是下了一步很大的棋。哇，这个一集团真的是想过 ，OMG 肯定会知道那个地方是有视野的，然后就让你看到，然后我到一个你绝对看不到的地方，然后我所有人都回城，让你这个野区你就不敢去，逼得你去红开。对，现在皇族还觉得OMG 所有人就在这个野区，很有可能没有走。这样的话其实 OMG 可以判断出皇族的一个开局了，这个对，这个也是一招从来反而从来没见过，是有可能会被 OMG 误导。那这样的话小伞和柚子已经是来到了上路了，很有可能要打一个主动的换线，大哥应该要吃一下这个三郎，可能会回到下路，三郎的经验吃掉了。应该是要吃一下三郎然后回到下路，是两个人吃三郎。有在上线稍微早一点，但是对胜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这边兰博是想打一个石头人回家再出来。但他双方对于其实换线都很有经验。兰博这边打完石头再出来的话，但是这边露露加上维鲁斯，我觉得他们俩应该会推线，兰博应该会丢兵的，我觉得。刚才看了一下杰的这个出场率啊，是被办了40次，出场了9次。啊，确实是在这届比赛里面非常热门的一个英雄，这边应该是搬的最多的一个英雄。主要我觉得还是归功于 Faker 那个操作。哦，刚才看到一个打野顺序啊，就是打完蓝之后两个人一起吃三狼，然后这边圣到线上吃一个兵直接到二级，对，然后瞎子去打红 buff 打一个小怪升二级，这个蛮有意思的。对，这个也是现在抗压路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对，但是现在
攻性啊，对，闪现过去塔下就是要杀你打野。但是大哥这一盘是有点肥，拿了一个一个人头和一个猪。我们回到备用流，依然是没有人头的，产生一个二比二。这两盘开局都是打得非常的精彩，但是两边其实在开局很难分出胜负啊。是的，都是非常顶尖的战队。这个下路这边我觉得可能会有点难，因为这边盛世拿了一个红 buff， 如果等一下瞎子再来帮的话，强打一波很可能会出事啊。而且我们再看中路的对抗，无状态这一盘是有点小小的压制住杰了。嗯，现在瞎子是又赶到了下路，嗯，这波是帮忙吃一下兵。现在盛已经到达六级 了，这个对于其他两路来说，皇族的压力都是比较大，压力蛮大的。武状态已经来了，哎 ，Q 到了，肯定是等不掉了。秦女士没有闪现，狐狸这边啊，遇到了交警化，哎，是把推开，然后这边继续追嘲讽，没有嘲讽到，这个都没有杀掉，追过来啊，还是狐狸这边点火烫死，点燃，哥，最后一个 Q 应该是回来的那一下，让那浪里先上了以后，他往后撤了一步，然后再等待狐狸过来，他打的还是比较保守。嗯，我们在这边看一下上路又是开打，好，这边套大了，有一个大招，看一下这波剩的嘲讽，蜘蛛跳起来要嘲讽 啊，闪现躲嘲讽技能，但是嘲讽出这边兰博应该没有什么危险，也是走掉了。这波还好是消耗掉了剩的大招，并没有爆发出人头。嗯，如果这边比赛进行到的人头的话，7分40秒，双方的经济是基本上没有差。嗯。现在两边 OMG， 哎，看看上路兰博和蜘蛛还是要强行守塔呀，但是大哥始终是有点跃跃欲试的感觉啊，嘲讽住，配合技能要秒，兰博放一个大，临死丢了个大招还不错，因为杰已经赶到了，看一下杰赶到过来闪现给他，闪现大招秒掉了 AC， 下一个，而且胜这里很可能是跑掉的，胜在后面啊，胜蜘蛛能不能换掉单挑啊？这边一个 Q 直接带走露露，杰是收掉露露，然后胜还在和蜘蛛单挑。啊，我们换到这个主力流，再看一下这波是怎样发生的。首先是高 lag 和 lucky 两个人的血量就都不太多啊，大哥这边支援过来，装备也比较好，想在塔下做一些事情。看一下这边高 lag 和 lucky 是宁死不走啊，又一次时光倒流了。大哥这边看看，这波高 lag 手速非常的快，临死前丢出大招。是的，这个大招也是烧了很多的血，非常的重要，非常关键的一个大。但这边消耗到差不多的血量，这边是你直接嘲讽要打一波，但这个时候兰博临死前直接丢出大招，这个时候蜘蛛开始输出，而另一边的话，杰已经赶到了，分身过来直接闪现大招，大招这边的维鲁斯直接被收掉了，另一边剩了一个露露继续追。甚至这边想换蜘蛛，但是等技能 Q 啊，这一个 Q 非常的疼，追到了露露。王森过来支援，发现为时已晚，直接走掉了。两边圣和蜘蛛都是分头跑，对，老李是过来支援了一下，但是下路的塔可能是要被皇族直接带掉了。对，这个塔是肯定没有任何机会的，因为圣和瞎子都已经跑到了上路，这塔就是白送了。那通过刚才上路这一波，皇族是把稍微一点点的劣势给扳回来了。另一边下路这个塔还是打了一个二换二，下路这边这个塔如果再推掉的话，皇族这个经济即将领先。我大哥这边应该要回家了， White 在上路是拿到两个人头，很好的缓解了一下自己的压力。好，这波中路没有吃到太多的无状态，没有支援，但是这个塔推掉半血还是不错的。下一波看一下，哎，OMG 还是没有选择就是把这个游戏的节奏加快。哦，看一下这波应该是没有看到肾的，对，但是应该是看不到肾，但是瞎子可能不想上去打，毕竟两个人的爆发可能稍微的短了一点，两个人爆发短了一点，都在等嘲讽，还嘲讽给这个嘲讽居然都 miss 了，醉了，这个有点，这个应该是距离差一点，而 Lucky 看到对方在上路打野在上路出现，就直接选择打这波小龙。嗯，这边很有机会，无状态还在中路，这边先消耗一下，老林已经往这边赶了，哎，露露已经探知到了，过来，过来，不打了，这边选择不打了。嗯，对，这个放因为 UZI 过来的有点慢，现在反而是回到，但是中路要被 OMG 偷掉了。黄对中路这个塔推掉的话，就很可能进入 OMG 的节奏。是的 ，OMG 总算是推掉了自己第一座塔。那双方是各掉了一座塔，黄族这边是掉了中塔 ，OMG 是掉了下塔。是，这个时间段其实掉一个。小伞这边是选择了现在很流行的维鲁斯主 Q 的 poke 流出法点法，但是他的出装这个是被金甲附体啊。这个有没有真的是被跟甲附体了三箱吗？金甲是先出一个小木锤，再出一个 BF 大件，然后最后临死什么都没出出来。对啊，你要打 poke 你为什么要出三箱呢？这
这个出装很可能是 OMG 的一个败笔啊。这个希望看你怎么想了。他说三项，也不一定，他这个其实我觉得耐打一些。这盘 OMG 的这个阵容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往后拖比较久的时间，嗯、因为他们这个阵容非常非常适合打后期，所以说有可能在那个时间段，维鲁斯出得来这个装备。我只是圆一下场啊，你们俩。这个真的是没道理，这个出装。嗯。现在下路，维鲁斯也不打算继续待了。这个炮车没补到。嗯，瞎子又来到上路，又来到上路，这边还是想，哦，这个血有机会、啊，有点少，有机会。我们看一下这波是有机会的，看到，但是也晚了，炮眼直接一脚踢回来，啊、然后这边接嘲讽。这样的话，蓝波直接卖掉自己。皇族还是同样的 啊，就打小龙，小龙换上塔就打小龙，拿小龙，看这个装备能不能拿掉。还要骚扰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好，拿掉了。哎，顺势顺势套大招，看这波四 v 四，情侣隔两个很多狐狸直接消灭了，一刀直接是 A 死了这边的狐狸，然后这边继续追。情侣也是被换掉，肯定是被收掉了，路是被收掉了。小伞的话是，小伞是被优哉收掉。哇 ，Double Q， 杰继续。追胜，胜是有嘲讽，应该是看一下 Lucky 下个一、能不能一、算了，没有，甚至直接交出闪现，大赚啊！一换三又赚了。对 ，Loveling 这一波现在是满血 ，Loveling 刚刚不在吗？他没在。刚才这一波是瞎子、，Loveling 刚刚在上路推塔。Loveling 他们这一波强打的话，我刚才看 Loveling 是在往中路赶的，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往小龙这边来，已经来不及了。然后看一下这波回放。情侣这个隔墙打太亮，这个打太亮，直接让打住两个人，狐狸被秒，狐狸是被秒了。啊，这里维鲁斯其实只是大到一个情侣而已，露露也是个皮血。这一波杰的输出是全部打出来，而 OMG 这个选择是有待商榷啊，因为自己打也不在，而且那个位置直接被情侣打到两人。皇族这个阵容就算是兰博没在，他们的进攻性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强。对，可以看到他们直接一波技能，直接瞬间把狐狸打剩了一个皮血。这是个中单啊，这不是个辅助啊，是而且在胜大招的情况下，太恐怖了，这个爆发太高了。皇族现在确立了一些小的优势，主要刚才狐狸位置也是不好，被 UZI 一到了墙上。其实刚才 OMG 也是想打，但是有点且战且退的意思。这个狐狸一个尝试性的魅惑没有中以后，直接被情侣逮到机会。其实这波功臣还是他比、这个，真的是展现出了一个队长的风范。刚才狐狸完全没有想到在那个位置会被情侣一个大住。这样的话，优哉刚才那波也是拿到了不少人头，配合杰也在，也是个三杠零的，这个分配比就很像皇族的这个风格呀。哦，这边直接大招清线了。现在维鲁斯这个出装太怪了，真的，这个出装目前做不出任何作用，就是他是有点考虑于自己的生存能力，但是我觉得说呢，就是 TT， 我觉得 TT 说啊，这边啊，优哉是又是优哉有点个人的太自信了，对。被抓到一个机会，狐狸配合瞎子直接秒掉。不过另一边看维鲁斯这个装备，我也觉得有一点问题，因为他现在这个装备，他既不能打出很有效的 POC， 然后他也不会给他这边看一下是嘲讽到嘲抑住了，直接被秒，有点不准啊。对，隔着很远嘲讽到。哎，这里杰直接闪现出来一个大招，但是被瞎子一脚大招踢开。这杰是使用一个大招，嗯，反身要拿捞令已经是没有机会了。瞎子这一脚还是反应很快的，嗯。刚才胜的大招也是没有好，所以这波本来是一个机会，但是瞎的这一脚是改变了战局。拉布反应太快。对，像皇族来到中路，看看杰这波没有大招，狐狸也是一样。对，但狐狸清兵能力太强，清了一下也是没法推不过来的。皇族现在节奏就是高 lag 下路这个补一下发育，而优哉继续上路吃经济。对，我觉得现在 OMG 最大的问题就是跟上一把皇族其实上是一样的，就是。OMG 这一把的 ADC 现在这个点是打不出输出的，你要很久的成长期，你要把三项做出来，还要再出一个大件，你才能有输出。但是 UZI 现在这个点的维恩已经破败了，对，两个 ADC 输出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小伞这个装备，它既没办法 poke， 它也没有一个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去 A 人，它完全打不出输出的。皇族的这个阵容实在是不会让小伞去 A 人。你摸不出几下的，皇族这个阵容非常的凶，非常直接冲进去，优哉就是有输出的，或者说他收割的可能性。你看兰博刚才还没有参战呢，团战就已经凶成那样了。如果兰博参战之后，他这边一个先手大招。而且我觉得皇族最怪的一点就是，在这个 ADC 弱势的一个时间点，他们会让 ADC 去吃很多的经济。对，因为就是吃了这些经济 ，ADC 不仅仅是装备好，而且等级会提高的非常多，就一般情况下 ADC 是很容易被秒的，但是真的就是 UZI 这里已经十级了，
说不定收几波兵。中路外头看看有没有机会配合圣的大招，外头应该是想换人都很困难了。哇，掉到一个十二档，狐狸的经济总算成长了一些。嗯，不过OMG在劣势，劣势区还是有机会推这一波。最重要的是中路二塔可能守不住了。这边OMG拿出老套路，就是抓你一个人，然后马上推。嗯。这波我觉得很可能 OMG 会打开一个大门。这两个这两次 C 位的阵亡对于黄毒来说实在太伤了，但是兰博宇哥直接给大招大招，但是没有什么效果。这边大招听到了，控住蜘蛛，但是效果不好。悠哉和琴女在往这边赶，但是这波应该不会打，这波尽量是不要打，毕竟少一个人。这波黄毒还是吃了一个闷亏啊。对，这两波 carry 未抓对于 OMG 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喘息的机会啊。这边我觉得是黄毒的一个失误，黄毒应该很了解 OMG 的这个风格，但是他这波就完全失算了，没有想到 OMG 会趁这个时候抓你个人，然后推你个二塔。嗯，不过黄毒这边知道你的大招不在，那我继续在中路推进，剩这波只能防守，但是维鲁斯这个装备啊，回家总算是做出了三项。三项了。还好，这边主要是 OMG 的 poke 能力太强了。嗯，其实还好，这边维鲁斯出完三项之后，输出会上一个档次。对，这个确实是这样。这段时间是给维鲁斯成长起来了。皇族刚才那两次的被抓有点不太应该啊。其实我觉得这盘维鲁斯出三项，可能是抱着一个想跟维恩单挑的一个心态来的。他太可能太忌惮对面的这个突进了，毕竟这三项是一个比较强的单挑装备。哎呀，大哥这边塔下守啊，皇族这边维恩的射程毕竟是不如女警啊，这一盘推塔是一个问题。对，皇族这边现在要推塔很难很难，因为毕竟中路无状态发育非常好，他一个 Q 就能收一波兵，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推塔，皇族这边真的是一个打团的阵容，对，有点难。你无状态中路要被优待开大、哎、哦，这样的话也是无状态的大招，大招是交了。这样其实中塔还是推不下来，因为对面守塔能力太强了。这个光是一个，除非越塔，不然你绝对不可能推下来。都不用算上维鲁斯、哎、一个狐狸加一个打小龙，看一下这波小龙 OMG 如果有想法的话，想侵入 Q 到了后面的琴女，琴女直接上去打先手，嘲讽住了。但是圣，哇，这里圣直接可能被秒，这个大招非常亮，死了，大招三个人，而且狐狸被逼到了墙上了。这边狐狸输出三下打着被动，然后继续追 A 一下。带走这边的维鲁斯，然后继续追瞎子，三下一下两下三下被动，另一边也是带走瞎子打出了一个 ace。 哇，零换五，皇族这波无状态再一次被垫到墙上。琴女的大招太关键了，大招三个人、嗯、而且悠哉这个一技能放太好了。对，三个人中间就是可能一般人连平 A 都 A 不到，那个都 A 不到的，但是他能把狐狸移到了墙上。看一下这波，先是杰的一个先手，然后刚才 like 大招分割战场，进入这个大招打出三个，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杰继续顺势突进杀到这边的肾，狐狸也是相继死掉，然后继续追，先是点燃套上之后闪现一刀直接 A 死维鲁斯，然后继续追这边的瞎子 A 出一套被动，然后继续追，配合着兰博再一次杀掉瞎子，一刀 A 死维鲁斯，一刀捅死维鲁斯，三杀。又在现在已经是有点势不可挡，我觉得国外的队伍看到中国的这种团战，国外队伍直接给吓尿了，有点虚。哇，这两场真的打太漂亮了，真的是 S3 的决赛的感觉，真的是决赛的水准、嗯、但是很可惜啊，但是不管是谁胜嘛，他们现在展现出来的实力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还是在世界上是吧，拉金比较领先的。拉金斯坦直接说我们四强怎么打思密达，是 Fnatic 打这场的胜利。对，本来这个也有点虚啊，本来这个也不弱，但是看这边是利用一个 timing 抓到了一个小龙，缓解了一下经济的这个劣势。这一盘 OMG 现在已经非常困难，小狗已经是红叉在手了，红叉加上装备破败了一个维恩，领先一个大件、嗯、而且现在仅仅只有19分钟，这个装备的维恩对面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顶住这个输出的。对，这个问题太大了。这边突在前面，狐狸直接又被秒了。秒了，我天哪！外的这个突进太果断了。这一盘无，我觉得坏的有点克无状态被打懵了呀。因为无状态就是咱们说两个选手的性格啊，无状态他是一个比较怎么说百变的一个选手，他是适合先手也适合瘦一点，但是外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上头、非常爱打先手的这么一个选手。这边无状态完全没有想到外头会上，外头真就上了。主要是其实包括之前在 LPR 的时候就说过，嗯，国内的狐狸喜欢先出中亚面对杰的时候，但是韩国的狐狸是永远先出明火的。这真的是如果这一把
不状态裸的是一个中亚而不是明火的话就不一样，被秒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这边皇族要反手开，反手打一波，靠到大招，带着 Baron buff， 双方交了一下，咱们看一下机会打起来。这个真的是一个失误，虽然你先出我能够秒人，哇，这边没有视野，阴一波从转过来阴一波，他这边直接丢大招，大招不错，里面空出瞎子，到了瞎子，又在开始输出，肾套大给瞎子，保住瞎子，维鲁斯这个大招非常的漂亮，对，但是没有后续输出啊，蜘蛛跳上来，没有闪，稍微吓一下人，这波也是没有打起来，嗯，哇，这波维鲁斯这个大招太漂亮了，但是。真的没有后续输出，现在皇族打得非常的主动，想进就进，想撤我也可以安然的撤掉，毕竟他们这个阵容就一定要去扩大自己的优势，他们既然打出优势来了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扩大开来。对，这边皇族真的是成长了非常多，现在真的是确实是世界最顶尖的强队，他们这几天的训练强度，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国内所有人的预料，打不管是国内还是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基本没有给 OMG 太多的机会。国外的人可能会以为说，我们只知道皇族有一个非常强的、非常有意思的辅助，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 ADC， 但是他没有想到，皇族不仅是这两个人，他不管是中单、上单还是打野，在这场比赛里边都是展现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水准。嗯，来看这一波可能是 OMG 最后的机会了啊！他只要被。破，那皇族可能就一马平川要带走比赛了。如果你被晕到以后，小狗上去做一些骚扰，但是小狗现在点塔还是有些问题啊，因为不管是肾的闪现嘲讽还有这边狐狸的魅惑，都对优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考验。不过还好优待这盘是进化，这里狐狸选择出了一个要出下一个要拔穿，我个人感觉这盘 OMG 失误蛮大的，就是劣势局就是这样出，很大的问题就是真的是这边维鲁斯做不出任何的输出，然后他现在塔下的 poke 也非常的有限，对，就是你 Q 到人，你看金甲那个维鲁斯一 Q 半条血，这边戈薇被打到以后，维鲁斯反身大招，直接好像是要被秒了，这边维恩干脆就不摸你身，我去打你后排，又在这个维恩打得太凶了，一个人突在前面是吧，哎，但是狐狸这边想秒维恩差一点，机会进化掉了，你倒是换掉了White 这边塔下有点危险啊， White 是上头了，对，这一波 White 这边上头了，不过 U 在走位还是非常漂亮，嗯，刚才 U 在真的就一马当先是秒掉了对面的这个辅助，这个真的是 U 在只有 U 在敢这样做，对，看这波怎么看一下这波团战，先是先手控住这边的肾，然后打出一波输出，然后在墙上大招就直接进去打对面的辅助，直接不管肾了，往后 ADC 这里直接把 ADC 也打到了半血，太真的是他一个人打三个人，他把对面辅助杀了，然后自己全身而退，进化最后躲掉了，这边应该是一个点燃嘛 ，White 这有点不太应该啊，上头了上头了，这个刚才也是提到了 White 是一个比较容易上头的。不过现在皇族看来机会已经是非常大了，对，又在再做一个水银试弹啊，展现什么叫做这个维恩啊。皇族总体来讲是一个非常强的队伍，毕竟他的队员都是经验非常老道的，但是就是中路这个点他打的是不错，但就是容易上头，嗯，在 LPL 里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很多的比赛里边都是上头，又在又来了又来了，但这边是有一个视野，这个他比排一下做一下，大龙也是马上要刷，皇族现在掌握着，哎，同学那边还有一个眼，现在小伞还在想做银血啊，我觉得这把维鲁斯的出装真的是一个败，就现在维鲁斯的打法是什么，国外流行，哎，这边落单了呀，狐狸直接先手情侣没有抓到打掉，对，甚至这边大招已经交掉了，狐狸二段来一空了，哇，蓝波这个大招非常非常的漂亮，直接是分割战场，里边小狗从后方切入，这个时候这个太自信了，直接从后面切进来，顶着三个人输出，我这个还没死，还在输出，还没死，我真的没有死，这个要封神了，你敢信吗？这个是真的没有死，台下的观众都已经是，我都热泪盈眶，这是人吗？优待起来了，这一场之后绝对优待会在国外选手心目中封神，那最后一幕的。操作就什么概念，从对面最后排切进来，切进来把所有人全部都收到了，看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没死，恭喜皇族二比零拿下 OMG， 恭喜，这个真的是非常漂亮，实至名归的一场胜利，对，这个真的是实至名归的胜利，优在从这两个往外头都非常激动，我们看优在呢，给优在镜头真的要看一下优在这场实在是优在非常自信，
只能说非常兴奋 ，amazing。悠哉用了一个粉红色的键盘 ，impossible， 太骚了这个键盘 ，impossible， 位置太棒了，太棒了。皇族今天表现确实是证明了他们的实力啊，并且拿下 OMG， 技惊四座，可以说技惊四座。这个感觉，当然无状态 ，Lowly 今天也是尽力了，表情还是比较落寞。但是我相信中国队之间还是要祝福一下皇族啊，只能带着自己的这个梦想来前进嘛。两支队伍都是非常非常强的队伍 ，OMG 可以说在之前的比赛里边是一马平川杀了过来。OMG 不管怎么说，这场比赛的胜负如何，他们在我们心目中，特别是 LPL 两届比赛里面，他们表现出统治力，确实是对可以担得上国内一流、超一流强队这么一个称号吧。但是很可惜，这场皇族不得不说他们准备功课或者说临场发挥，包括优在这个点，一盘女警一盘维恩，太亮哇、哦！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就是我觉得、哦、这就是电竞的魅力。看到这种真的，这真的是胜者为王，心潮澎湃。这个。不知道怎么说，确实优在这个表现已经是不能用地球人来衡量了。要给他是，我们要给他染上一层传奇的色彩。但是我们也传奇色彩，还是保持掉，不要太败人品。毕竟半决赛还要干这个 Fnatic， 是这一场不能败人品。对，相信皇族能够怎么说呢？承载这这么多力量嘛，能够把这个 Fnatic 拿下就太棒了。这一场两位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其实我还是觉得国内应该会有很多的喷互喷啊什么的，我希望大家也是不要做这个事情。看一下优待这边，就是双方都是中国队，现在虽然 OMG 被淘汰了，但是包括皇族也会就是秉持着中国队的一个梦想继续下去，因为现在皇族拿到的就是中国队在 S 系列总决赛上中国队能拿到最好的一个成绩了。当然我们希望这不是我们中国队这一届能拿到最好的成绩，我们真的是，当然我们都希望皇族能够对不说夺冠，至少能够走得更远更远一些。我觉得皇族我们其实击败了 OMG 之后真的是有一点冠军相在身上。对，现在看起来皇族现在这个势头啊，期待，因为现在四项已经全部产生了嘛。上半区是 SKT1 对阵南京扫的，是一个韩国的内战，下半区是来自欧洲的 Fnatic 对阵中国的皇族。我觉得皇族只要过了 Fnatic 这一关，韩国队绝对是能拿下的，所以说绝对是能拿下，真的绝对是能拿下。你觉得打 SKT1 只要赢了 Fnatic， 我觉得打 SKT 和哪京所有的皇族都是有没准打脸。现在我们现在低调啊，低调一点，因为你这个人攒人品，攒总是说一些特别大的话，然后就啪啪啪就被打脸。所以说这场，从之前的比赛来看，我们看得出来 OMG 可以说是一马平川，确实是在这个小组赛里边是全胜的成绩出现的。但是他碰到皇族之后，这边打的就比较的有点吃力。我觉得我们之前猜想，我们有一种想法就是让两支中国队去打这个总决赛，但如果他们没有分配到一组，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去打这个总决赛，因为他们俩都有争夺冠军的这个实力。这一场表现出来的实力，我相信所有的人，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应该都震惊，都看到了，很认同，这就是最具有冠军相的两支战队吧。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这么残酷 ，OMG 也很可惜。但是我们还是要很好的这个恭喜皇族，对，恭喜皇族，恭喜也好，祝福还是给他们加油。我还是想说，就是。真的，国内的粉丝最好不要。对，这个是理智一点，理智一点。因为现在你这到国际赛场上，大家是吧，都是支持一个战队，或者说就是代表国家这个战队。包括其实我记得去年就是一开始，好像 WE 和 IG 的粉丝有点敌视，但是在 S2 的世界总决赛上，就是 IG 先被淘汰了，是的。然后 IG 被淘汰了之后，真的是没日没夜的就全在陪 WE 练。我估计其实，在国外。OMG 虽然被皇族淘汰了，但是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帮皇族训练，然后所以国内的大家粉丝还是理智一点，就是支持中国队。五个队员还是很年轻，可能这一场的淘汰赛，不管是小闪还是无状态，发挥不是他们的最好。看一下Tabby的采访。And I have to say, even though you guys beat OMG over in the qualifier, a lot of people favored them to win. Did you guys feel the same way? First of all, hello guys. I love LA.他比较会做人啊，上来就说恭维一下。To the question you just asked, I think OMG and Royal Club both are really strong teams. But after so many days, because we came earlier at on 15th of September, we played a lot of scrims. We don't want to be tourists, you know.
We don't want to come LA play or and just the first round to play the games and just go by. Goodbye. So we tried really, really hard and we practiced a lot. So we are really happy to win, but because, you know, both of us are China teams, so I'm not that happy now. Yeah.这个他比回答的有点官方。其实女主持问他的是，之前所有人都比较看好 OMG， 问他比自己觉得他看好他们还是 OMG， 但他比就说了一些很官方的话，做了很多的练习，很开心的对。对，就说了他们来的很早，然后做了很多练习，但是这种回答有点官方。Like the same method, two games.I was really depressed, yeah. But comparing to the performance between our bot lane and OMG's bot lane, I think both did really great. But because Uzi always tries to play super carry like Fain. Uzi. Yeah, he just carries the game. Yeah. And like during mid game, 对 Uzi. My Annie, I had three man stun initiate, and the second game I also did the same.Three man stun initiated by Sona. So I think this is why we changed the whole game. We just win. Yeah. We just win, absolutely. 其实皇族对于优赞的这个信心啊，已经达到了一个，就其他战队很难有这种打法了。What are your opinions on that matchup? I love every team in this S3 tournament because I always thought Koreans are the best and the second place is China. But to be honest, I think.Every team in the world is super strong. They just have different style. For example, C9's jungler is one of the best jungler I've ever seen. He just 他比如说他之前觉得he just carries the team. 韩国是最强，中国是第二。现在看来每个队都很强，有不同的风格。他觉得 C9 的打野 meta 是非常顶尖的。And buy a lot of wards. So I think this very small differences can just tell me that Every team has its own style to win the game. 确实是，每个队伍它的风格都是非常不同的。I didn't respond to the question about Fnatic. I think, okay, sorry. I think Fnatic's mid player XPK is very, very good. I think he is really, really good. But I am very confident that White can beat him in mid lane. 哇，这话说的，打爆你！对他攒了很久的人品，他一开始说的是 Cyanide， 一开始他比说 Cyanide 的打野很强，然后又说 XPK 的中单很强，然后攒了好久的人品，然后直接把一个球抛给 White， 我觉得我们中单 White 肯定能击败他。哇、哦，这话说的，哇！Thank you very much. Congratulations once again. All right, now let's send it over. 不过这种性格真的是非常讨喜，很棒的一个采访。然后我们看到也是非常开心，蛮像你的，蛮像 TT 的。什么？有这话，最后一句话撂的有点狂，但是相信是一种自信的感觉嘛。塔比确实他的这个回答面面俱到，又是表扬了北美当地的战队，又是说每个队都很强，有不同的风格，然后觉得。虽然说 Fnatic XPK 非常的强劲，但是 White 是可以击败你的，蛮官方的。但是我觉得他要上中二的话，那就不给 White 这个机会了。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上中二的。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半决赛八强赛的这个直播就到今天为止，我们休息一下，等待前方的这个解说团发这个带来四强赛的这个争夺。那我们今天就到此我们半决赛再见。